风起之时，这不是绿色的吗？是绿色的吧？这不是绿色？还是绿色的吧？这不是绿色的吗？我怎么看也跟这个草颜色差不多，深绿色还是浅绿色？啊，有点东西这个角色。酱汁走位，酱汁走位的吗？你酱汁走位。先生，您差点就绊到我了，还能真正的看见。懂不懂艾欧尼亚断头台啊？我看你是完全不懂啊！被我断头台打到的话，神仙也救不了你呀！啊，被我的艾欧尼亚断头台命中的话，神仙难救我的地下室。我跟你说个秘密，我闪现 A 你一下。唐僧，做自己吧。走位，你干嘛？哎呦，你俩断头台！哎一下，呜呼！做个好梦。最刺耳的声音，世界真美好，能让人们的愿望成真。Unstoppable。酱汁送，你一直在做梦。酱汁送吗？现在快想想，我还有大招的。脚本，哼，脚本，哼。真的假的？假如我俩打不过，他带着进化，兄弟。看我呀！真脚本，假脚本，这么吓人。送，加速走位，完成飘 ，A 一下。爱熊熊 A 一下，爱熊熊比个一，刚才那个You have slain an enemy.
你怎么不追呀、啊？你看这瞎子吧，我说比起金克斯，我觉得你更离谱。对面瞎，对面螳螂掉线了，你四级打一级能被压两级三级的，我操！你他妈的四级打一级，你能打成11-11级打十三级？你有没有想过是自己有问题呢？你老管脚不脚本，脚本就打不过了吗？多想自己的问题，脚本就打不过了吗？我问。螳螂应该来不及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很赚了，很赚了，很赚了，不亏的，不亏的，很赚了。说句实话，真不是脚本的问题，这有点抽象。第一个是，可能是脚本的问题吧，但是，有不是脚本就打不过，你知道吧？其实很多英雄都能扛着这个什么所谓的脚本，就直接把它给嘎掉，就直接。但是只能说有点可惜吧，没办法，你这个想打赢的话，你得自己起码得是优势。你不要他们说都说都就是，他是说这个前后走位很奇怪是吧？看不了战绩，他可以隐藏战绩的嘛？哦，脚本可以一关一开吗？是吧？啊，等会儿啊，等我有点厉害啊。要慢放一下吗？我，他计划把我睡解掉解掉了。是慢放啊，抽搐了吗？抽搐起来了，我不懂玩 ADC 的呀。
我不懂玩 AD 的，不知道。但没有截图，我也不知道。技能全扭了呀！既然大伙都说是，那我举报一下吧。封不封号，这个我就不好说了。哎呦，不知道。战绩隐藏，现在能隐藏战绩看不到。那我还听说他有那种你开着战绩你也看不到，那这看战绩就看不太出来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我一刀就给他嘎掉了。看我还能不能碰到他啊？